此处是何所在？此乃定军山，昔日征西将军夏侯渊于此处被杀。啊！定军山上可有神庙？并无神庙，唯有诸葛武侯之墓。 诸葛孔明是也，今有片言相告。虽汉室已衰，天命难违，然两川生灵横离兵革，实堪可怜。望将军入境之后，切勿妄杀生灵，切勿妄杀生灵。汝等可曾听到什么？未曾听到，没有声音。